公主当真要与妖族结缘？不太心意一绝。我知道，涂山向来不与人族来往。若非这几百年来世上的白昙花绝了迹，大当家也不会屈身向我一个人族求化。但无论如何，还请大当家信守诺言，让我和石宽在苦情树下结缘。 公主新月之人竟是十侍卫，大当家一定很是意外吧？其实，连我自己也没有想到。阿宽是父皇赐给我的妖位，但我们一同玩耍，一同长大。 无论我走到哪里，都有他的陪伴。直到有一日，我差点失去他。看到他倒在我怀中，那一刻我感觉到一股前所未有的恐惧。我才意识到，我早已将他视为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个人。 早已心悦于他。这黑雾之阴之邪，可以用纯至阳炎来相抗。 你的纯至阳元已突破第二重，他就是你在梦里见到的孤人。不好，妖仙几下不可，你尚未痊愈，如此发力，势必会伤及宫体的。白昙花一回，若不以妖力相护。 他的凌云必将焚寂而灭。月初，月初。 为何如此？你可知，人气虽然可以护住凌云，但时间一久，凌云会吞噬气血，伤及护养者宫体。哎呀，无妨。你忘了，我一直是你的小跟班，就该尽职尽责，护你平安，让你开心。既然你如此在意这凌云，我自该替你护一下。月初，没事。我有纯至阳炎护体，这点气血对我来说不算什么。 倒是这白昙花，究竟是被何人动了手脚？妖仙姐姐，如今玉妖国内，人族与妖族矛盾激化，再加上有人幕后挑拨，你此行务必小心。放心，妖仙姐姐。 在我赶去御妖国与你会合之前，这沾染了我气息的天地一线，能助你逢凶化吉。我不在，你照顾好自己。此行危险，记得随时传信于我。我走了。
真正改变的是御妖国内人族和妖族的关系罢了。我是人，你是妖，若两族真引起纷争，你又该何去何从？阿宽永远是公主的妖卫，从见到公主的第一眼起，我就发誓要永远守护公主。无论人与妖之间发生何事，阿宽的心绝不改变。阿宽，你可知道我父皇是被毒害的？公主，古今他们之所以有恃无恐，是因为有人暗害了父皇，偷走了母父。请公主放心，无论有没有母父，阿宽永远守护公主。阿宽，我现在只剩下你了。这御妖国啊，一向以人族的习惯为主，少了些妖族的惯用法宝，你会不会不习惯？哪有那般娇气了，早年间荒郊野岭也是住得的。荒郊野岭，那你怕不怕？该怕的是别人吧。好了，忙了一天你一定也是累了，早点休息，明日我来接你。接我？对啊，同你一道去那妖族聚集地啊。不必了。你该不会以为我会真的放心你独自前往吧？放手。不放，除非你答应。呀，你使诈啊。自小便教过你兵不厌诈。我要休息了。真没意思。明日记得早些来接我。苏苏，嗯，咱们终于可以解脱了。这位大哥，听说我们的母符已经从人族手里给夺回来了，是吗？你们俩从哪里来？之前怎么没见过你们？啊，妖兄有所不知，我们之前呀，一直被家主囚禁于宅中，从不允许外出。我们兄妹俩听到消息之后，费了老大劲才跑出来的。是啊是啊，好几次家主打我们，哥哥上次为了保护我，差点连命都没了呢。嗯，是。不过还好，母符夺回来了，咱们以后再也不用害怕了。是啊是啊。到底是哪个大妖这么厉害啊？那是自然，妖尊说了，灭了人族，以后御妖国就是我们妖族的地盘。妖尊？哦，妖尊，一看你们俩就是刚出来，妖尊都不知道。妖尊妖力深不可测，连最厉害的法宝都奈何不了他。既然这妖尊这么厉害，为什么不把母符还给我们呢？这样以后大家就都自由了呀。这样以后就再也没有人能以子母符威胁我们了呀。嗯，还真是。为什么不直接解了我们的子母符啊？是啊，为什么？是啊，有道理。妖兄们，你们知不知道妖尊现在何处啊？我们去感谢感谢他。沿着这条路直走，右转，走到尽头看到一处沙丘，转过去就是了。多谢，走。嗯。